幸福。中国佛教是纳米三朝圣之旅，今天是第七天，12/13/14/15/16/17/18。我们来到整个山西的五台山的部分，今天的阳光依旧不大，但外面的温度平均大概只有6度，在傍晚晚上应该是0度，到了晚上应该是0度以下的部分。山西省五州这个地小镇叫耿镇，前面这就是煤炭。来了，你要是在这里怎么办？要去做工哦。也推荐一下给你。